上海滩这对搭档可能需要各位借我们一个地方，我们想在这儿演，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们走，来，我们走，那我走。他们现在在演，他们已经在戏里了，已经在演了。对，过来，打扰我，打扰你，快走，快走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说实话，上海真不是一个可以平静的地方。我想到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离开上海。那怎么可以呢？怎么不可以？如果我们两个人之中必须要分个生死的话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如果只有这一个办法，那我就离开。咱们俩就不要争了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们俩谁离这个门近，谁就先走。这就走了。又回去了，这就走了。去哪儿？这是创意青春环游记啊。OK 啊。好，可以可以，挺好挺好，非常好。